Express Two Condos 是多伦多市北约克西部在开发的八个社区里的其中一个，周围有三个工作商圈，还有两个大型的公园。对于首次购房者，政府将为其提供高达75,000加币的无息拨款，并且只需10%首付。Express Two Condos 位于大多伦多的地区的中心位置，走路5分钟到 Wilson 地铁站，坐地铁4站即可到约克大学和 Seneca 学院，19分钟到多伦多大学，24分钟到金融区。公寓门前公交线路众多，公寓周边设施完善，餐厅、咖啡馆、大型商场、教育机构、绿地和医院等应有尽有。无论对于家庭、白领或者学生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，轻松通勤，生活方便。您好，我这边是多资处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？哦，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？没问题，那我帮您。